哈喽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一期视频。想必大家对于酒店不会陌生，现如今随着我国的经济越来越好，旅游业也在不断的发展中，所以不管是出差还是旅游，酒店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场所。现如今的酒店也越来越多样化，但是在情侣酒店的床上有块布，这块布有什么作用呢？保洁阿姨说漏了嘴，原来用处这么大。这个布的名字叫做床尾布。首先，这个床尾布就是为了增加美观，很多装修精简的酒店都是浅色系装饰，一般都会选择白色的，在白色的床单上搭配一些不同颜色，就会大大增加美观度，同时还能提升房间的整体美感，给人们带来了更好的视觉享受。其次就是为了保持整洁和卫生了，如今很多宾馆内都是小型房间，房间内部都是没有座椅的，而很多人习惯性的躺在床上，机缘巧合下酒店人员就发现了床尾的地方特别容易就脏了，这样的话全部都要重新清洗，这对于酒店是一笔大开销，所以便就发明了床尾布，用来保持整洁和卫生。大家觉得还有什么作用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喜欢我记得关注哦，下期见喽。